朋友们，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再次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啊，叫有事您说话啊。说到这有事您说话，可能您就想到了这当年春晚上郭冬临的那个小品啊，有事您说话。生活当中可能也确实有这样的人啊，热情、热心肠、爱帮忙，我觉得这都特别好。但是帮忙呢，有些时候呢，第一得考虑自己有没有这能力，第二呢，有时也得打听清楚了。你看我们门口有一二哥，就是哎，人绝对是好人啊，热心肠啊，见谁面都是有事您说话，都这句话，真的。看见大娘，大妈，说我今天哈哈，有事您说话。看一下，嘿，这小孩多哏儿，有事您说话，跟谁都这句。这不那天吗？我们家呀，门锁上了，我出去上班去了，回来发现坏了，钥匙丢了。进不去呀，赶紧打电话找开锁公司，人家师傅还挺利索，三下五除二门打开了，开开我这敞着门下楼送这开锁的师傅。就这功夫，刚把师傅送出去，这二哥下来，哎，英俊，我跟你说啊，你这以后出门得留点神啊，你这看着门就走了，我看了，放心，没丢东西啊，我给你关上了啊，有事你说话。我说什么话？你说我多费劲才开开的。不过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个嘉宾，那绝对是郭冬临小品有事您说话的原型，一位热心肠的大哥。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张秋歌老师，有请。哎，您好您好，张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哇，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演员张秋歌。嗯，好，欢迎张老师。哎，我觉得张老师一上台，首先啊，这个特别帅啊。另外，我觉得您这个身形，这就一看就比我们这说相声的强。没有啊，真的。您这是平时是经常会运动吗？锻炼吗？哎，有时候锻炼，保持在148啊和50斤。哎呦，可以。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哎呦，饿我也不吃。不光这个身材管理特别好，而且这形象特别帅，总觉得您像练舞蹈的那感觉呢。是吗？啊，这特有范儿。有这感觉吗？有吗？哎，我呀，跟您说啊，可能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乌兰木齐。乌兰木齐就是文艺战线的一面红旗，20多个人，嗯，一专多能，嗯，唱、跳、舞、说，都得会。嗯，高中毕业的时候啊，2年我是在乌兰木齐成长起来的。哦，既会拉，又会唱，还会演，还会跳。我再跳一个。我觉得刚刚啊，我们聊到今天的话题啊，是有事儿您说话、啊。嗯，您听到这有事儿您说话，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哎呀，嗯，你有事儿吗？嘿，让我说话。说话啊，我上现在也改不了。嗯、再一个是我从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长大、嗯，我们家乡很大。嗯，哎，什么事儿吧都感觉到送东西。你比如说，都拿麻袋装。嗯，嚯，拿麻袋。嗯，各种各样的酒拿着麻袋就扛来了。嗯，我们那儿冬天零下有50多度。嗯、哎呦。白酒就冻了，嗯，夸往那一放，嗯、羊是羊个子，我们叫，嗯，一个大白条羊，嗯，一扛来3、4个，往门仓子门那煤仓子里头一扔，嗯，吃吧，就送东西很大气，嗯，所以我也就是在那养成了一个呼伦贝尔蒙的一个为人的一个习惯，特别豪爽，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什么东西，嗯，我就想给人多拿一点，哎，太好。后来人比我小的就说，嗯，有哥真好。哎，我听说这个爱帮忙、热心肠、特大气这事儿，倪萍老师对您还有个评价是吗？倪萍妹妹对哥哥特别好。我妹妹说一句话，她说、嗯：“我哥如果要是进了剧组，嗯，从剧组一出来，嗯，看到所有人都会说，你一定缺钱，是不是缺钱？你缺不缺？人说不缺，这你肯定缺钱。我这有，你拿去花，拿去花，这真是这样的。哦，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东单，东单有个菜市场，还有这个东单卖票处，火车票卖过，那时候火车票太难买。对对对，你们小，你们不知道，那时候北京站票紧张什么样啊？早晨起来要拿个板凳，排号，然后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姐姐，那时候我长得也挺帅，那姐姐觉得我还可以，然后我再稍微懂点事儿，她的那个小木头窗口啊，卖票窗口18号，我永远记着，每次有暗号，我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她就知道秋哥来了，叭打开，又要票，我说是，几张啊？我说姐，你给我留2张，最好是下铺，都这个，天天的。那时候票虽然不太贵，也就是30块钱，40块钱，但我工资只有60多块钱。嘿，
再说买完了之后回来，拿去吧，两张，下铺。嘿，哎呦，哥，你真厉害，你在哪儿买的这票？哎呀，哥在北京还能没这关系吗？都来北京来了，你还这一点事儿算什么？哥多少钱？要什么钱？要什么钱？哥这点钱还拿不起啊？拿着，赶紧吧，晚上我送你啊。那时候北京火车站，我告诉你，从那个检票那些人我全认识。后来我到横店或者我们和圈里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然后我那些朋友都说，哥，你记着吗？你那时候我走的时候，你给了我500块钱，哥。那时候我80、90年代呀，你给我500块钱，哥，你还记？我真忘了。他说，哥，你记着吗？那时候你还帮我找工作，哥，你记着吗？你那时候到火车站送我，你还哭了，等等，这一切我都忘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给我一个毛毯，那时候毛毯很贵啊。我那次啊是请我好朋友来，是我一个师哥。那咱不能不讲究啊，对吧？东单斜对歌就有一个星月楼，我就把那个毛毯，那不叫当叫压，就相当于给拿钱，拿我第二天在星月楼，那时候86年吧，我花了180块钱请吃的饭。后来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我所有的朋友来了之后，逐渐找的我越来越少了，就怕您花钱，不好意思。你太仗义了，之后吧，我们就不好意思了。是有的时候啊，仗义有的时候也有个底，有个分寸。你太过于了，给别人的压力就大了。前两天，那吴京安那演员，那我特别好的弟弟。然后呢，那个有一点我们去演出，我一看这件衣服，我说弟弟，哎呦，这件衣服，那跟我那一样，你跟哥审美一样啊。哎呦，你在哪儿买的？他说，哥呀。你可真够傻的，这我今天来，这你送给我的你都忘了。哎，我忘了是我给他的衣服，是吧？说你都忘了，哎呦，我真是忘了。秋哥老师就像他自己说的，仗义，朋友特别多啊，也确实是这样。但可能朋友跟朋友似乎是不是也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之前做功课嘛，我在这个网上搜了一下张秋哥这个名字啊，还弹出这么一个标题，说张秋哥暗恋史可，有这么一回事吗？还有谁？还有谁？哦，说一个还不够。年轻的时候，他在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就到我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史可，你们知道，现在都那么漂亮，你就想想他20岁的时候该有多漂亮啊！那时候我跟你讲，这男孩子如果见到这样的女漂亮孩子，说话就得稍微往后一点，然后呼吸呢稍微往里收一点，眼神呢稍微的低垂一点，是吧？对。那时候你看她真的就是那么纯净的一个女孩，然后坐在那儿呢，史可是这样的，嘴唇是这样的，然后坐的腿是这样的。您这观察的够细的，这个您这记忆也够好的呀。那当然还能接这么久呢。男的我不太记清楚。就这样，是的，哥。然后等过了18年以后，哥，哎，我们非常好，也不知道什么样，就像一个兄妹一样。然后他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我经常给他讲，唰唰唰唰唰唰，就像六月飘雪花，引进西部大开发什么的。他，我给他讲的所有的段子，14年之后，我俩失去联系，一个字儿都不带落的，一个表情都不带变的。然后我们那种友谊啊，那种感情，所以别人会误会，说这么帅的个小伙子和那么漂亮姑娘，俩人能没事儿？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把他催一下，吓我一跳。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觉得她是我亲妹妹，所以这种友谊才能更长。对，我觉得秋哥老师他这个性格和他小时候在草原上这种生活有关系啊。对，您的老爷子老父亲也是草原上的一位艺术家，是吧？对，我父亲是一个作曲家。作曲家，我不知道有一首歌你们听过吗？叫《阿尔斯楞的眼睛》。要说飞快的句。云马又说们草原的马群，这首歌我父亲是一个作曲家。哎呀，很可惜老爷子63岁就离开我了。老爷子对我影响特别大。是的，是的，是的。老爷子怎么称呼啊？大家都知道的是叫纳松。
那日松啊，哎，不，您等一会儿，张老师，我这个书忽然有一个疑惑，你们发现了吗？张老师的父亲那老爷子，没毛病，没毛病啊，就叫那老爷子啊。但是我爸爸的真名啊，一般真的不知道，叫张运清。哦。你知道我原先叫什么吗？您叫张连红。跟您这名字脸都有点红。张连红。张连红啊。张连红，我爸爸我妈妈给我起的名字，实际上是马勒钦夫起的，是内蒙一个大的一个作家起的。他说，老衲呀，你是写歌的，哎，你这个儿子是立秋生的，你干脆就管他叫秋哥得了。我弟弟冬天生的，我弟弟叫冬哥。冬哥，我妹妹春天生的，我妹妹叫真都是立春生的，完了叫春哥。后来就计划生育了，就没有下哥了。没有下哥，真的真的真的。那上网上下哥去了。您刚说了从草原上成长起来，就是我们就算学点这个蒙古族的歌曲长调或什么的，都是学。就是真正在草原生活过的人，那唱出来的味道一定是不一样。我们想见识一下。我原先是确实是搞独唱的，我在乌兰木齐嘛，那时候我确实是次高音，就是不是男高音，就是有唱的好的，有唱的次的，您算那次高音。我纠正一下，我纠正一下，就是不是纯高音，是次高音，比高音差一点的。哎呦，真的，那时候我那长调前奏真的很好听，我很受欢迎。啊哈哈嘿。唱歌啊，他是站在云彩上唱的，所以他永远是这种感觉。那您当年除了唱这个蒙古族的歌，您还唱什么其他的歌吗？我当过兵嘛，唱部队歌。我叫王小义，我叫麦麦弟，今年都是18岁，个头差不离，嘿，个头差不离。哒啦哒啦哒啦，哎呦，我有点疯哈。虽然家里有这么好的音乐基因啊，但是还是义无反顾地考到戏剧学院。从内蒙古到上海，这不光气候、人文、生活环境、饮食，我觉得都不一样吧。到上海会不会很不适应？我告诉你，呼伦贝尔那时候是，真是小城市，地方大，人少。我们草原大，人少。到了哈尔滨，我看那个北方大厦，然后看那楼啊，简直就，高楼大厦。那嘴不自然就能张着。那时候好在我从哈尔滨去的，哈尔滨很洋气啊，对吧？大到了上海之后呢，你买东西，1、2、3、4、5、6、7、8、9、10，现在没问题，对吧？您讲对吧？我送钢宁啊，对吧？那你没问题，涛。我告诉你，人上海人那时候真的不跟你说普通话。那时候真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不习惯的。再一个，上海人是排队的。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有点东北。虎一点，上去之后啪啪啪啪，我说你，你搞啥么的？弄把队呀，弄搞啥子嘛？弄把队搞。我们那典型的大兴安岭的那一代，咋的干啥？干啥咋的？咋的？你颠去你？哎，那搞嘞，弄成那。不，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闭塞，就不同地方的人他有不同地方的习惯。现在上海要海纳百川。对对。哎，我听说您刚到上海吃螃蟹还闹过笑话是吗？这事儿你都知道。跟那个史可那事儿一块儿查出来的。那时候你知道螃蟹刚多少钱一斤？1块钱一斤。然后我有一个老师陈广华老师，我直到现在还记着。哎呦，陈广华老师就说：“秋坤，你到我这来吃大闸蟹，你们在食堂吃不好。”完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就摆上来那么多大闸蟹，红红的哈。我们北方人，就是特别是呼伦贝尔草原人，我们真没有见过大螃蟹，我真没吃过。然后呢，年轻还不好意思问。你先问一问，陈老师，这螃蟹怎么吃啊？吃哪儿啊？自尊心太强，没好意思问。陈老师在外头准备另外菜的时候，我就开始造上了。拿起来，把这爪啊，能揪下去，啪啪全揪完了。哎呦，直接上牙咬、啊。上牙咬，我真不知道怎么，因为我们龙虾。那你得真嚼得动呀、啊。年轻啊，那时候20多岁，我跟你讲，你别说这个了，啥都能咬断的。然后。
蚁那黄出来了，吃了我一脸。哎呦，我说这不是屎吗？这是，我以为，我一点不骗你，我以为这是粪便呢，你明白吗？我就赶紧我闻一闻腥，哎呀，我就赶紧我就这样咔咔，所以我也掰开了，掰开之后把那黄啊，全都给它弄出来，弄着开始咔哧咔哧咬，吃了一会儿，程老师的儿子，也就7岁8岁这样进来。回去妈，那个，你去看个秋哥叔叔，程老师就进来了。秋哥啊，你不用客气，你把那个皮啊，你就吐到，就扔到桌子上就行，你不用扔到。秋哥啊，你那个螃蟹壳呢？我说程老师，我胃疼，一看满桌全是黄啊，然后就全吃进来，7个，我全吃。后来我跟你讲，现在我不吃螃蟹，我只要一见螃蟹胃就疼，我一点不骗你，胃寒，太寒了，这个连壳都得吃下去了。年轻人，叔叔告诉你，以后吧，遇到什么事儿啊，别不好意思问，你学问学问，边学边问，你就不会。像我那样的，吃出胃病了，一辈子把螃蟹给忌了。是，那我们接着就聊聊作品。您这个拍戏的时候，应该我听说您也是特拼的。好像我印象当中有一场您拍那个越王勾践，就趴在地上吃饭那个戏，完全是真的吗？你想，我们排练现场就搭出了一个景，还要有耗子，对，是吧？真的抓的耗子，圈到里头满哪儿跑，然后人走，乱草底下铺，什么都有。当时有一场戏，哇，一碗粥就扔到地下，你吃不吃？然后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我作为演员，我应该用舌头把所有的饭舔起来，全部当着他面吃掉，连那些草带泥什么的，以表示越王勾践对吴王的忠诚。最后舔得干干净净，那场戏最后杨家老太太掉泪，她在流，老太太就抱着我，他特别心疼，我没有觉得。所以今天的演员，我们的职业就是做这个的。好多演员说：“哎呦，我们怎么吃苦了？你吃苦，你别干这个，你这是你的这个行业，你工作所需要，你必须这样做，对不对？”还有，我死过好几次，你知道，就是夫差，当时就折磨我嘛，然后让妻子把马赶走，我呢就想要一个近景，就是那绳子，一瞬间。人一跳，啪！这种，咱真不知道，你知道吧？我寻我憋口气不就完了吗？你知道杨家老太知道我拍戏玩命，他就说什么不让。我说我比较坚决，所以老太了解我。那就来吧，这么粗绳子套到我上头，我站到马上，然后这边五个人，谁都缺心眼，真不知道哪还这事儿啊？还都挺来，好嘞，来着。哎，五个人咔在那，干嘛？他一走，我啪。你就像生命从零开始，然后我就飘起来了。飘之后老远啊，我就听十里地以外在喊我，秋哥秋哥。等我慢慢的回过来，我慢慢睁开眼睛，那人呢，确实是电影那样的，很大，你知道吧？但是说话的时候声音像五里地以外跟我说，就跟呼唤你。这时候他在给我解，这个时候我慢慢一看我的威亚，我在看那个东西，一整弄开这儿，脖子这儿全是紫。后来说看回放嘛，一看白拍了，特别假。老百姓看了之后绝对是假的，没任何动静。后来大夫跟我说，他说张秋哥你的命太大了，他说必死无疑。他说：“你不用别的，喉管一定是撕裂的，这喉管是脆的。他那么重的体力，将一勒啪就劈开，你必死无疑。我没死了。我觉得您真的是对自己太用心在去体验角色。我觉得您这个讲述可能会劝退很多人，就是可能都不敢从事影视行业。确实，真的太需要拼搏了。我有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树立障碍。我拍《红色摇篮》，我演彭德怀的时候。当时是28个汽油炸点，因为什么汽油炸点？汽油炸点好看，画面里漂亮，但有的时候汽油炸点会出现一个问题，它有的时候这样打开，但有的时候啪，这样开，那汽油只要一沾身上，和酒精不一样，从
衣服里头直接渗到皮肤里头找，嗯，撕都撕不下来。嗯，他们管我叫戏疯子嘛，我只要一拍戏，我跟疯了似的。横店的马呀是知道预备的，嗯，预备那马就开始跑，他都能听懂。这时候那马已经开始，因为我骑马好嘛，那马已经开始。炸点买好之后，我就直接一定要自己过去。嗯，那一个汽油炸点28个，你掌握不好啊，那马只要炸上一个，人马全完。嗯，哎，明大过去了，嘿。您这怎么样的信念？我这什么叫信念？我完全理解。彭德怀将军，嗯，彭德怀元帅，嗯，枪林弹雨，不怕死。嗯，我一个演员，你连这个要怕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扮演彭德怀？对，对不对？你没有资格，你这都不能，你还怕什么？我觉得今天我们跟秋哥老师应该要学的太多了，为人作义，我觉得这些通通都要学。这个我觉得这样，我们相声演员，咱们一块儿跟秋哥老师做一做这个无实物表演的学习，好不好？好，那咱们大家都上台上来，好吧？来吧，有请各位。无实物是我们学校的元素的练习啊，实际上培养的是信念感、体积感、重量感。嗯，我们这第一组题目啊，表演吃，吃的很接近啊。一个吃辣椒，一个吃大蒜，哪组来这个题目？我来，你们来啊！我吃辣椒。嗯。你觉得这辣椒是酸的？哎呀！难为赢，来来，这个四爷吃大蒜。哦，吃面条就 蒜是吗？嗯、这蒜不太辣，嗯。呵，哎呀。要不来点辣子尝尝？对，辣腮帮子了，对，这就对了。因为吃大蒜只辣舌头根子，哎，有点那感觉哈。反正在面条的辅佐下，我们能明白是吃大蒜啊。但辣的这个部位倒是也挺准确的啊。对，秋哥老师，您给点评点评他们这一组，您觉得？我们都吃过蒜嘛，是吧？那蒜有多大？嗯，是吧？有多大？掰开，掰开，掰开。上头有一个小的那个皮儿哦，接下来，接下来甩甩粘手上了，是吧？你这个蒜辣呀，它不辣舌尖儿，嗯，后舌根儿，嗯嗯，辣这儿，嗯，辣椒是。他已经吃辣这儿了，是吧？那个大蒜，是吧？瓜子，嗯，塞上了。接下来你们这组就是喝热粥。喝热奶茶，这俩可不一样了。我喝奶茶，你喝奶茶。我估计你会选这个。热奶茶，热粥。嗯。哎，这有生活啊。嗯嗯。这绝对女孩子能看懂。哟，烫着了。嗯你看没？大家把里边的珍珠先拿出来，太热烫嘴哈，太棒了。哎，你刚才还有那插吸管那个？对对对。嗯。哦。
慢点洗，我的天哪，对，我的天哪，我觉得张老师这个表演，就是你不是说哦，我看明白了他是演喝奶茶，就你真觉得他手里就是拿着一杯奶茶啊。对，来吧，这个伟杰啊，何守忠。哎，盛点那个浓的是吧？没底，没底。那个，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你记着吃方便面的人，打开第一口，你记着90%的人，肯定有一个咳嗽，就是那个热的，肯定是有这个。喝粥，哎呀，嘿，这好细节啊！哎呀。我觉得刚刚这都是小一点的动作啊，喝粥啊，喝奶茶呀、啊，对吧？这吃蒜呢。接下来这动作稍微大一点，堆雪人和这个滚雪球，这两个。我来堆雪人。你来堆雪人。你顺便给滚个雪球吧。嗨。哈哈哈哈这个没毛病，没长性，这倒也行啊。滚雪球，哎，哦，挺冷的。要是见长这个，嗯，玩得开心吗？一块参与进去啊！张老师觉得呢？那个是这样，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观众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嗯，首先我们对地、对雪的尊重，那一定是这样的，哦，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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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您这种使劲儿的感觉，我们都看出来了。哦，一般台阶雪多，哎呦，我的天哪！它有一个过程，你一定要用生命，然后最后的时候，一点点堆起来之后，就要那一个黑黑的眼睛。拨开雪，是吧？拨开雪，因为突然找了个东西，不合适，再去找，突然找，嘣一样跑过去，叭，叭，弄上，鼻子没有，再去找，最后看到那雪人围着，虽然天很冷，但是头上全是汗，嗯，生怕雪人化了。是，我觉得表演艺术的生命。刚刚我觉得我们本来这一环节只是技术上的学习，但真的我觉得我们分明也感受到了张老师这种敬业的精神。好，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一定要和张老师来认真的学习，当然也别忘了自己的长项，我们说相声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把舞台交给咱们天津的无奈王志博，好吧？有请两位，来，来，其他人我们一块来听相声，好吧？张老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上台来呢，心里非常的高兴。再一次站在群英会的舞台上给大伙儿演出啊！哎呦，非常的兴奋。嘿，吴南言，哎，是我。哎呀，可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是啊。啊，您是？我是你爸爸呀。这什么呀？这是啊，哪儿的事儿？你这上台就你是我爸爸，这不占便宜像话吗？这都哎，朋友们，可不是我占便宜啊！啊，这你赖不着我。怎么赖不着你？这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我疯了！我没事，我认爹玩我。你看他总在台上说：“哎呀，我们是你的衣食父母，有这话吧？”啊，是，但是你呀、啊哎、误解了啊！我们说的是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呀、啊，我就是个观众啊。不，我那意思是说呀、啊，就是这个花了钱的观众朋友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哦，明白了，看明白吧？哦，合着听你们说相声还得花钱呢？哎，多新鲜！我们得养家糊口，我们这有房贷，有车贷的，这一天到养孩子，养孩子养老，这是不是？不是，那你们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呀？哦，现在啊跟这个过去、啊、还不太一样哦。哎，你看现在收费是什么收费啊？就是这个买票我们在得钱哦。你、啊、过去可不一样。过去呢？过去叫打零钱。哦，哎，知道什么叫打零钱吗？哎，这我知道。哟，这你都知道？就是过去啊，谁家要是出殡了啊，缺个打零的就找你，你去给人家打零，人家给你钱，打零钱，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怎么？不是这样吗？我没事，我给人当孝子是吗？不就这个意思吗？什么呀？什么？打零钱？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过去那个打零钱啊，有点这个现在给小费那意思，明白吧？哦，明白那意思，就是说觉得你说的不错，哎，啊，再额外给你点钱。哎，对、哦，不是，那我什么时候给你啊？哦，你看。嗯，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专业部分了，您给讲讲。我给你讲讲。看见这东西了吗？哦，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这叫醒目。它怎么不叫可乐呢？因为它没有雪碧好喝呀。这什么包袱？这都是啊。那当，就这个醒目。你听着啊。就这么一拍。我们就要收钱了。哦。拿这个小木头一拍，哎，这就收钱了，收钱了。哦，明白了，明白了，这回您懂了啊，明白了。行，那您就听着啊，哎，我给大伙接着说相声啊。哎，您看了吗，各位？这个过去啊，这听相声、说相声这还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观众朋友，过去啊，都坐在这周边，你这边不能直接喊啊。收钱了，快了不行啊！他一听人过去，哎呦，收钱了，跑，人真跑啊！所以说，我们这讲究拿着小醒木，啪这么一拍，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不用，后边就一小伙计，他一听，哟，拍醒木了，得嘞，拿着那小笸箩，哎，就围着收钱，这就等于跟个令子是一样的，一收的这口令。就知道要收钱了，所以说啊，过去啊，我们说相声，就啊不，你等我不，这什么意思？这是？对对呀，这你不是拍那小木头了吗？啊，一拍不就得给钱吗？啊，是不是？但不，我就是举个例子，我没说这个。不，我这个人呢讲规矩啊，这相声啊我不白听。啊！哎，你是这我，我哪里是我那就是弄事儿。哎呀，我谢谢啊！哎，那不用客气。这我没说。这，你看看，这弄得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谢，哎，谢谢。您接着听啊。不是说随便啪这么一拍就完了，为什么说他这个东西还讲究时候呢？您比如说吧，我给大伙讲一小笑话，讲一小段儿，哎，多的拍呢，
我讲到这个段子的高潮部分，马上接近结尾，找一那么一接口，啪，就这一下，这个时候再给钱。哎，等到那个时候一拍，人家说：“哎呀，我这给你钱了。”这显得多热闹，显得咱也有能耐，对不对？倒了没有？哎，所以说啊，我呢今天给大伙讲上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呢，也是非常的幽默啊。不是，我这有这是干什么？这是啊？你不是又拍了吗？这。你不是您这样合适吗？我没有，就是我怕我你就给拿什么呢？谢谢，真的，这样吧，咱们也闲话少说，各位，我这赶紧给您说这个单口相声啊。说这个相声之前呢，我们得先来上那么几句定场诗，哎，说。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啊，是争热炕。老头要在炕上睡，老婆死乞白赖偏不让。老头抄起了顶门栓，老婆拿起了擀面杖。老两口空隆康啷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啊。谁也没睡上。这个单口相声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具体是很久很久以前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昨天。对，多少钱？这个昨天呢，我跟我媳妇儿啊，俩。不是你这样，你有点太不合适了，哥，太不合适了啊，太不合适了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吴难言。您在这找狮子呢是怎么着？干嘛呢你在这？啊？不是不是，别着急。不是你搓澡呢是吗？您这干嘛呢？您这哈不是你那个什么，那个要不你等我会儿呗？等你会儿，我现在回家把房子卖了去。行，您看，这我各位您看看，就这人啊，不是我没说非得说是这一拍啪你就得给我钱，不是非得给。哦，合着不用给啊？对呀，嗨！但是你不给你试试啊？难等的钱不得给？不听！你这干嘛呀？你这是？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干嘛？他们这说相声的来钱也太快了呀！这半天了站在这儿，我啥也没听着啊，就听见他在这儿拍那些小木头了。一拍就得给钱呐！对呀、啊，哎呦，我真是，不是各位，您凭良心说、要不说他们现在这相声根本就没人听了呀，啊，哎呀，没人听啊，要包袱没包袱，哦，要内容呢没内容，哎，最可气的啊，要服务他还没服务，您看我都站那儿十多分钟了，连个板凳都没有。你先等会儿。你说我们这行业要什么服务啊？我们这行业，这行业才最需要服务呢。你看人家现在各行各业追求的是什么呀？那就是服务第一啊！服务第一，你们相声也应该如此啊！不是，那您那意思是怎么搞的服务啊？跟人家学习学习啊，哪个行业服务好就学哪个呀？哪个行业服务好？不，您先等会儿。你要不知道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不完了？哦，空姐，哎，空姐那服务多好啊，对吗？你看人家空姐，尤其是说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人家一说话。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代表机务组向您表示问候。本次航班全程飞行845公里，预计飞行时间1小时10分钟。怎么样？您还别说，还真恶心。
我有点受不了。是，我哪能学得上来啊？对吗？是你这样吗？哪个空姐还这样啊？这不主要是让你感觉人家空姐那个说话那个温柔的劲儿吗？哦，说话温柔。再一个，人家空姐服务多好啊！服务好啊，推着个小车过来。哦，先生您好。啊，请问您想喝点什么？哦，来杯饮料吧。好的。啊，您还需要什么？给我来个毛毯。好的。您还需要什么？给我来个靠枕。好的。您还需要什么？给我来个三居室。好的。赶紧报警，这儿有劫机的。劫机的像话吗？废话，有要三居室的吗？不是，您这就是服务态度，这不在这儿的吗？人家这个服务就是特别的到位。哦，还真是。旅客朋友们大家好，请注意前方有大气流，请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随意走动，系好安全带。你看，哎，怎么样，声音甜美，服务也到位。所以说嘛，你们相声就应该学学人家空姐呀。我们相声学人空姐。哎，你们要是按空姐的那个服务来表演相声，那相声听着才有感觉呢。这怎么表演呀？我是感觉不到。行了，你要不会的话，今天我在这儿给你说一场。你，我给你说段相声。你可拉倒吧你！怎么了？你会说相声吗？啊！嘿，瞧不起谁呢？这是。哎呦！啊，就你们这个玩意儿，听两遍，狗都能上台。哎，我咬死你！这没什么难的。什么乱七八糟？别胡说八道啊！这今天我给你说一段不就完了吗？您跟我说一段。你好好学习学习。就按空姐那状态。那可不嘛。行，再来一回。这样啊，你别闲着。我干嘛？你跟我一块儿。一块儿。给我捧哏呢。哦，行吗？那没问题。咱们这样，从上台开始。啊，行啊，来啊，按这开始。来，这开始啊。停，那干嘛？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不上台吗？什么呀？上台你就这么走啊？那不这么走？我刚说完你就忘了啊？学学人家空姐啊，人家空姐走路是这样吗？那什么样？人家走的是猫步。我得走猫步。人家走出来那个气质，对吗？哎呦，呵，行，我明白，来，走猫步啊，猫步啊。行，什么玩意儿？干啥呢？我鞠躬吗？鞠躬能这么鞠吗？那不这么鞠怎么鞠啊？人家空姐是这样吗？啊？人家空姐那端庄优雅。哦，对吗？还得这样。哎，你得按这个来，你得来啊。大家好。大家好。什么玩意儿？又干啥？问好吗？问好能这么问吗？啊，人家空姐说话多温柔啊！你好家伙，你这来，大家好。啊，这乍一听还以为这嗓子里边有六个烟灰缸呢，这我至于不至于，我是。这么温柔吗？啊，温柔，我知道了。真是的，再来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场演出。本场演出全场一个节目，预计表演时间10分钟。我是本场演出的相声演员王志博，我是相声演员吴南言，代表后台全体演员向您问好。您好，请问先生，您想听什么节目？我想听打灯谜。好的，请问您需要常温的还是冰镇？啊，什么？不是那个，您需要可乐的还是不可乐的？我当然是需要可乐的。好的，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灯谜》。说，一头牛有几个脑袋？一个脑袋。几只耳朵？两只耳朵。几个蹄子？四个蹄子，分八瓣。多少毛？哎，这我哪知道啊？叮咚，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前方遇见大包袱，请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随意走动。这玩意儿还带提醒的是吗？一身毛，哎，这谁还乐得了啊？这不都凉了吗？什么？我说这不都凉了吗？凉了没关系，您需要毛毯吗？别说了。
俩人虽说都是天津人，但是呢，都还得带点那个港台腔，显得这两个人就那么幼稚。哎呀，你等会儿，怎么了？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呀？俺是涿州的张飞、张翼德，你是这个吕布、吕奉先，好嘛，三姓家奴，你这傻爸爸嘞，咋弄的？行了行了，我要是红孩儿，我就是牛魔王；我要是高小晨，我就是高启强；我要是塞尔西奥阿奎罗，那我就是。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当时有一场戏，哇，一碗粥就扔到地下，你吃不吃？然后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我作为演员，我应该用舌头把所有的饭舔起来。好多演员说，哎呦，我们怎么吃苦了？你吃苦你别干这个，你这是你的这个行业，你工作所需要，你必须这样做，对不对？老头掏起了铁盆摔，老婆拿起了擀面杖，老两口轰隆康啷打了大天亮，挺好的热炕啊，谁也没睡上。今天张老师来到我们群会，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多的惊喜啊！我听说您那个朗诵还特别棒。对，最近几年确实是经常朗诵。哎，朗。那今天到我们这群会了，给我们小展示一段好不好？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战了。啊，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谢谢张老师啊，您是怎么做到就是在这一段文字当中把您的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到其中，然后表达出来的呢？首先，我们朗诵是一定要把诗读懂。读懂了之后，用自己第一人称来感受作者的主题和思想。这个梁元喜欢朗诵吗？我喜欢听朗诵，喜欢听朗诵、啊。老师给我分享过他的一个视频，朗诵太震撼，真的啊，太震撼。你这个今天朗诵，如果你不挑战一下的话，那相声得给我们带来一段好的，好不好？希望我挑战一下啊，挑战一下是吧？好吧，接下来舞台交给梁元四位，有请两位。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您看现在呢，这个很多年轻的朋友开始喜欢听相声，是啊，很多的这个白领啊，包括大学生呢，把听相声当做一种潮流，还真是这样。哎，这也鞭策着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应该与时俱进，多创作一些贴近年轻人的相声。那当然了，这个当然要对于这个中老年的演员来说呢，可能有点吃力。哎，是有一些，但是我感觉我其实还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毕竟嘛，就是我走出大学校园呢，才两天。所以你上那儿捡瓶子去了是吗？捡瓶子了。你说什么？我怎么了我？你是哦？你觉得我刚才那句话很可笑吗？哎呀，我已经听到底下的冷笑了。您把您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我前年大学毕业，怎么你弄死我？要不咱俩外面？哎，不是。你让大伙瞅瞅哪大学生这模样的呀？你废话，你质疑我的学历？不，我是质疑你的年纪。哪一点你像那个大学刚毕业的？我怎么不像啊？我怎么不像？你呀，骗得了大伙，你骗得了我吗？哎，咱俩从小就是同学吧，一块长大的，对不对？哎，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咱们俩是2012年上的幼儿园。所以说呢，今年呢，咱们应该是初中毕业。对对，原来您比我还不要脸。这话，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别着急，我给你算算。自己多大还得算算。好像是15岁。啊，你今年15岁？没错，你是一个年轻人。我当然是年轻人了。你多少斤？你年轻人？我多少？年轻人还得上秤是吗？废话，你别在这装嫩了。你咱俩谁先装的嫩？还不你先说。哎呀，我大学刚毕业。对对，是是是，当然大伙儿也都能看出来啊。我们俩虽然说不至于有多老啊，但是跟这个年轻人呢也有点距离。哎，这倒是。哎，但是我感觉咱这岁数其实刚刚好。这怎么了？既赶上过父母那辈儿的生活，哎，也了解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哎，上下都赶上了。哎，您看最近我就发现啊，就是不同的时代，其实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多多少少会受到当时影视剧的影响。有吗？哎，那当然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比如80后90后，咱们这代人，哎，咱们这代人呢，我觉得那阵儿年轻的时候搞对象，我感觉就是特别傻。是不是有点傻啊？那阵儿呢，受到什么这个青春偶像剧的影响，多少有点，老追求那种撕心裂肺的爱情。你比如这俩人分手了，对，男的想跟这个女的复合，老得约在一个下雨天儿，哎，俩人也不打伞啊，就在这个下雨这地儿里，就在这淋着聊这事儿。俩人虽说都是天津人，但是呢，都还得带点那个港台腔，显得这两个人就那么幼稚。哎呀，你等会儿，怎么了？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呀？没有啊。哦。不是啊，你还写日记？好家伙，吓我一跳，我以为他明白了。不是这样，我觉得咱们俩呀，要是光说肯定是不直观。也对，咱们俩当着大伙的面，咱们演一下，演一回，好不好？行啊，行吧。这个这样啊，你呢就演这个张思雨。我还演我啊，张思雨。我呢演这个任嘉轩。你绝对偷看我日记。我没看你日记。要我名字怎么那么准确呢？什么准确？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咱开始吗？开始。行吗？行行，咱开始啊！你从那边来、啊。我从那边来。任嘉轩，你在这些里干嘛？要你管，我们已经分手了。你站在雨里会生病的呀。没关系啊，谁会在乎呢？你这话说的太哏了。我一天连一套煎饼果子都没有吃哦。那我呢？我连锅巴菜都没有吃一口。哎，咱们两个和好吧。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哎呀，我的青春啊。
是不是特别幼稚？确实那会儿是有点幼稚。你看，这就是我们那时候。但是要到我们父母那个时候，那阵谈恋爱搞对象不是这样。他们什么样？你还记得咱父母那辈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吗？那我太知道了啊！那会儿都看《渴望》。哎呦，太经典了！哎呦，爸妈那会儿都爱看，是不是？尤其那个主题曲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您还记得住吗？一唱大概是这样。您给学两句。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还真是这味儿。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把艰险又出发。又出发，来来来，别来了，怎么了？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是不是听完之后感觉那个画面都出来了？对，我现在脑子里还有只猴呢，我猴的事儿，怎么好好就从渴望跑西游记去了呀？那阵我们家爱看西游记。你别说那个啊，问的是那阵的人怎么从电视剧体现这个搞对象。您看了吗？那阵儿要是谈恋爱搞对象，那个电视剧大体这个剧情都是这样的什么样的？里头准有一场花哦，还真是。然后有一个年轻优秀的小伙子追求的，俩人约会的时候那个羞涩呀，连那个眼神都不敢看，还挺，连那个小手他都不敢拉啊。咱们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这回呢，你演这个张海龙，我演刘慧宇。您等会儿吧啊！你不光偷看我的日记，你连我爸日记你都看。怎么我爸妈名字这么准确呢？不是我猜的，张思雨吗？猜的真准，好不好？真厉害！咱来一回，来一回演那个约会的那个场景。好好好，我从那边过来。你好，不倒翁。不是你这干嘛呢？小姑娘，我羞涩吗？谁模样都羞涩，你改蛇精了回来这是？没有这样的，您收敛一点，收敛一点。来了，来了，把我约在这儿，你想说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还行吧。哎呦，我也觉得你挺好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就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搞对象？讨厌！行了。不是你干嘛呢？你不同意你也别揍我呀！谁不同意？人家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向你撒娇啊！撒娇啊！撒娇！您没给我来套组合拳呢，您啊！反正这您干了吗？这就是咱父母那阵谈恋爱的方式，还真是。那我问问您啊，您说现在这年轻人，人家搞对象是什么样的？就现在年轻人，人家谈恋爱搞对象，咱接触就比较少了也是啊。但是我觉得也可以通过影视剧来猜测，这也能推出来。知道现在年轻人人家喜欢看什么剧吗？你别说，我还真明白啊，霸总剧。你还真了解，是不是啊？霸道总裁这种剧太火了，现在。我觉得您看这个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人家都是直来直去。对，我觉得可能跟这种剧它比较贴近。咱们再来一回，好吧？这回你演小姑娘啊，好。我呢演一个霸道总裁的感觉，然后咱俩分手之后，我想找你复合。你到时候你看看我有多霸道。可以，好吧？那咱们俩叫什么呀？这回日记上就没写了。你绝对推开。这回。名字不重要，主要是看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也是这规律哦，好不好？我这霸道总裁啊，你来找我。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了？这是霸道总裁吗？你这是霸道总裁呀？改街溜子了吗？这不是霸道总裁什么样？哪总裁这？你不得霸气一点？霸气的，男人一点，稳重。对对对。想我了吗，女人？咱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而且你不要再叫我女人了，请叫我的名字好吗？好的，女人。我就知道，女人，你已经成功地得到了我的心，
你为什么又要逃走？我跟你在一起太累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你没有说不的资格。妈，太霸道了。女人，你是我的，这辈子你都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不能跟我分手。凭什么？我不爱你了。女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动粗的女人。那又怎么了？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是什么吗？是什么呀？来人，把他给朕拉出去。哎，您等会儿吧，怎么连朕都出来了？我说您这是霸总剧，我这是轻功戏呀。哎呀，听完这段有一感受啊，以后写了日记得不能拿给梁文看啊，他都给你搁台上了啊。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就是通过电视剧来这个找到这个谈恋爱的一个映射的点啊，我觉得也特别新颖。张老师平时您也会追剧吗？会看剧吗？我说句真心话，我很少看啊，我很少，真的没时间。那像比如说这些个历史题材的剧，比如说三国这类的戏，您会看吗？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演古装戏、古装历史片呢、年代戏啊什么的，我们说在演员有愉悦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资料，因为了解历史，就是我们要做大量的文化准备。是的，哎，那说到这个三国，我们现场有两位演员也特别有研究，那接下来舞台的交集，哎，前妻宋伟杰，有请两位。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朋友们太热情了，太开心了。是。哎，宋伟杰，你干嘛呀？蹦来蹦去的。问你一个小问题吧。你随便问吧。你最近学习了吗？我最近当然学习了。确实。啊。都应该学习。那你学习了吗？我最近特别爱学习。我觉得你是应该好好学习。确实得学习，人得保持这个学习的能力。妈哟妈哟，前妻，怎么了？这是一个从文盲嘴里说出来的话吗？谁是文盲？你就是文盲，我跟你说。我不是文盲。最近开始学习了。对，看书了呀。是吗？对，爱看书。哦，学习嘛。哦，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凭什么跟我说不明白啊？怎么就跟你也不看书？谁说的？我学习。我看书学习呀。看书啊，学习啊。我最近啊，你看了一部我特别喜欢的书。看什么书了？《三国演义》。你等等，这部书。你等等，《三国演义》怎么那么多儿化音呢？我是北京人，说话就带儿化音儿。哪个北京人说话带这么多儿化音呢？老北京。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话。老北京。《三国演义》呀。对。最近看了《三国演义》。是吗？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典名著。哦，你还知道呢？因为咱们国家有六大名著。你先等等，你先等等。老不让人说。怎么六大名著呢？就是六大嘛。那你跟我们说说都有什么呀？《西游记》有。有吧？《水浒传》有。《三国演义》有。《曹雪芹》有。这没有。曹雪芹像话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对，《红楼梦》。哎，那哪儿又凑出俩来呀？后边还有呢。什么呀？宋伟杰快板集，前期相声。你要点脸行不行啊？还前期相声选？啊，前期相，你把你写那节目打印出来，有一张 A4 纸那么多吗？还前期相声选？相声选你了吗？还前期相声选？那宋伟杰快板集倒是应该有。要不你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俩臭不要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确实，这两部没有，没有，就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啊！最近特别爱看三国，研究三国了，研究了，真的假的？甭管说是三国的书籍啊，评书的节目啊，是电视的剧集啊，我都看了。哦，那你看的还挺全面。不光看啊，有研究。研究什么了？因为研究了这个三国时期的地名，基本上现在就都不用了。不是，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吗？你想啊，这书里边老说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来将通名。啊，这是问一问对面大将的姓名。对啊，这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啊。没错。啊，这一站啊，来将通名。这是问问。知道你叫什么呀？对呀。那边孙子，我跟你说，咱。
没有啊，没有没有，不是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也不能这样啊！骂街算好的，这个也不能骂街呀。就是来将通名嘛，对吧？就是报上乳名啊，爷爷我刀下不死。不对不对，报上乳名干嘛呀？乳名小名啊，有两军交战，大将这骑着马，提着刀。啊，报上乳名干嘛啊？我叫乐乐，像话吗？这你怎么逼我呀？就没不是乳名，什么？不是，就说出乳名，饶你不死。反正就是这意思。哎，你想啊，曹孟德在山上啊，来将通名，问问底下这个，俺乃常山赵子龙。啊，这是赵云呢。赵云啊，嗯，多厉害呀、啊！还有什么报名？还有这个。汝南袁本初啊，袁绍，燕人张翼德，张飞，九原郡吕奉先，吕布等等吧，反正就一些这些人名。嗯嗯嗯。但是现在来说啊，这些地名基本上就不用了。啊，这些地名见不到了。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常山赵子龙。哦，常山是哪儿啊？哪儿？现在的河北石家庄。我现在在石家庄。原来是吾乃常山赵子龙。那要现在呢？俺是石家庄赵子龙，听得那么切呀、啊？就是你不好听 啊。还有这个驻马店的袁绍，哦、还有这个，我是杭州的孙策啊，杭州的西湖水，我的雷。哎，你别说这个了就。还有这个，啊、我是包头吕布。啊，包头的。你看这都不一样。还有这个什么？俺是涿州的张飞、张翼德，你是这个吕布、吕奉先，好嘛？三姓家奴，你这啥爸爸嘞？咋弄的？行了行了，这么说是不好听啊，就是没有那个气势了。嗯、对了对了，而且这三国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情节啊，是吗？有这么一集啊，啊啊，就是这个马超战曹操哦。你知道这我太了解了、哎、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情节啊，你介绍一下。太有意思了。怎么呢？这个是话说在想当初啊，东汉末年是分三国，嗯，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世间左右，谁能阻止？你行了行了行了，怎么了？你唱出来要不然我跑调。那你就别说歌词了行不行？就说一下这个情节啊，潼关大战的时候是，哎，马超就骂这曹操哦，为什么要有这杀父之仇？没错，哎，要跟这儿报仇嘛。嗯，马超就站这儿，嗯，先说了，说什么了？曹贼，嗯，奸贼，逆贼，恶贼。哪来这么四贼呀？不就说嘛，这是马超对曹操的爱称啊。是，这是爱称吗？这是不称呼吗？这都骂上了。哎，就这意思吧。嗯 嗯。哎，就是气势磅礴。嗯，这叫哎，咱俩可以表演表演。我不想跟你演，你太爱演。你特别想跟我演。我凭什么跟你演呢？不演没有底下不去。你没听说过。对不对？那行，我能跟你演。啊、你情节也了解。我太了解了。词儿你也知道啊？那我演谁吧？你演曹操。我演曹操，我演这马超，没问题啊。你在这城楼之上 啊，然后我就在这下边骂阵。好了，好吧，来吧，我先张嘴，你先说词儿。马儿，你乃是汉将子孙，何故背反朝廷啊？曹贼，你嘴里还敢提朝廷二字，你这奸贼、逆贼、恶贼。这时候于禁出来了啊，马儿羞狂，于禁在此。驾，张合来了啊，马儿羞狂，你张合也可认得。驾，马超说话了啊，不用管其他人，捉拿曹贼。那红袍者是曹贼，捉拿曹贼。那长髯者是曹贼，捉拿曹贼，杀呀！曹贼，你欺君罔上，杀我父兄！你曹贼，奸贼，逆贼，恶贼！我当生擒汝，食汝肉，沁汝皮，生擒汝！曹贼，奸贼，逆贼，恶贼！你欺君罔上，杀我父兄！曹贼，奸贼，逆贼，恶贼！曹贼，奸贼，逆贼，恶贼！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打节奏！哎，曹贼，曹贼，奸贼，逆贼，恶贼！食汝肉，沁汝皮！你别唱了，别唱了！你这是马超追杀曹孟德呀？不是前期新学的小饶舌。前期特可爱啊！
这个尤其哪点我看张老师乐得特别烈，就你说那个北京人是吧？哎呦，我乐死我了啊！都是我给你讲个笑话啊、当时我们在青年艺术剧院有一个演、我们演的北京戏，然后那个女演员啊、是安徽人、然后每天要练北京话。嘿，您真呢、你我告诉你啊，您真是我啊，你我跟您说啊，奔哪儿啊，通州啊，我跟您说啊，就学这个，说一定要加儿化、是我一个师姐、练、板凳花儿花儿板凳。花儿，哎，我说导演儿，那个导演说，哎，这也不能加儿化，就练疯了，你知道吗？因为加儿化嘛，是吧？不能说，是吧？都说完了，是吧？都板凳花儿啊，哎，我觉得张老师这个这劲头特好，是吧？哎，接骨眼都准，所以我觉得对您这相声我特期待。平时一般都是跨界嘉宾紧张，我觉得今天梁园是不是你挺紧张的？哎，我太紧张，你就捧我吧，一会儿我非得顶瓜不可。不会的，就傻了。之前跟这个张老师排练，词儿特熟。一会儿你看，所以梁园一会儿你要有错，你现在这词儿可能还不如张老师助理熟了。没事，我有错也都剪了。没事好吧，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张老师，交给梁园，有请两位。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掌声呢肯定不是给我的。哦，那给谁的？您这明知故问，那掌声当然是给您的了。不是，怎么是给我的呢？您是主嘉宾啊，您大伙儿都知道张秋歌老师那是国家一级演员，对吧？观众来都是看您的。相声啊是两个人说，观众的掌声是给咱俩的。您说过相声吗？没有。懂相声吗？不懂。相声的规矩，谁有腕儿，那掌声就是给谁的。哦，相声这个行业这么现实吗？那和我们话剧不太一样。哦，就是您演话剧的时候，观众不给您鼓掌。鼓啊！为什么给您鼓掌、因为我是腕儿啊。哎，对对对，哎，不，把实话说出来了。你把我给弄糊涂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话剧演出啊是个整体，这个观众的掌声啊是给所有演员的。你看那不一样啊，一整场演出也分这个主角和配角。您看咱今儿这节目，您就是主角，我就是配角。那可不对，今儿你是逗哏，我是捧哏，你是甲，我是乙，您才是个角儿啊。你看您这说话。我那是跟别人，跟您我就是配角，是吗？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周瑜，那我呢？您就是诸葛亮。哦，就是要比你厉害一点。这永远超不过您去。不至于。我要是朱棣，那我？您就是朱元璋。好嘛。我要是秦二代，我就是秦始皇。哎。我要是红孩儿，我就是牛魔王。我要是高晓晨，我就是高启强。我要是塞尔西奥阿奎罗，那我就是你爸爸。您各位看了吗？就是他们这影视圈也搞伦理的。谁呀？这不都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吗？再者说了，什么塞尔啊，什么那是谁呀？那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那我呢？您就是梅西，那是球王啊。哎呦，你太捧我了。对对，你哎呦，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是鱼丸，那我呢？您就是麻辣烫。哦，都在我这儿装着。哎呀，跑不出您去。我要是油麦菜，那我还是麻辣烫。哎，我是方便面。我是麻辣烫。我是金针菇。我是麻辣烫。我是蟹肉棒。我是麻辣烫。我是千叶豆腐。我是麻辣。哎，怎么不烫了？半天了都不烫了。我说咱别跟这个麻辣烫较劲好吗？我就是我那意思，就是您是主角，我跟您没法比。不，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今天我一上了台，这个吹捧我呀，啊，又是球王，又是麻辣烫，我这都快膨胀了，我这都。对，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小事想求求您。啊，
这有什么呀？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呢，酌情处理啊。你刚开始还挺果断，这就犹豫了。不是，关键是你说的是什么事儿？哎，您听我说啊，因为我呢，今年呢也是32岁了。哦，让我帮你找个对象。哎呦我的妈！我实在是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不行，哎呦，不行，不行。不是我长得有那么困难吗？我长得。哎呀，我有媳妇儿。哦，你有媳妇儿啊？对，就是我媳妇儿她呀。哦，我都知道了，给你媳妇儿介绍一个朋友，对不对？哎呦，不行，太难为我了，难为我了，难为我了。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媳妇儿她有对象？哦，她有对象，谁呀？我呀，谁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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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我经常给人介绍对象，我这都习惯了，而且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啊，你不能怪我。那不都让您打断呢？啊，好好好，你继续说，继续说啊。就是我媳妇儿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丈母娘啊。说呀，等什么呢？我等您看给不给我丈母娘介绍对象。这都丈母娘了，肯定有对象啊，要么你媳妇儿从哪儿来的？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会儿他挺明白。不是，说吧，丈母娘怎么了？就是我的丈母娘啊，包括我的老丈人，都特别喜欢您的戏。哦，哎呀，追星追了多少年了，就是爱您。哎，所以呢，今天也是机会难得，所以呢，想通过我呢，从您这儿求两张签名。这很简单啊，没问题。太好了，谢谢您。没事没事，谢谢您。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凡是粉丝的请求我从不拒绝啊。火我带的可真够全的。哎呀，那必须的呀。来来，快签。干什么？签签名。等等等等等会儿啊，咱们现在演节目呢，签字可以啊，等说完了这一段下台以后我给你签行吗？啊，下台签。行，那个大伙儿等一下，我们下去一趟。下去什么下去啊？这相声还没说完呢。您说过相声吗？没有。懂相声吗？不懂。相声的规矩有腕儿他就可以胡来。这还有规矩吗？这个啊，你快签一下。我跟你说啊，你别骗我，我懂。演员是要有职业操守的，不能那么随意。你要是再不好好演，我就不给你签了。嗯，一点正事不干。哪个是正事啊？咱这样，咱重新鞠躬，咱们再次给大伙儿表演，行不行？赶紧，来来来，你们赶紧吧，来。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这个相声的规矩啊，就是一上台呢都得做一个自我介绍。这个规矩倒是有啊。我叫梁元，梁山的梁，原来的原，是他啊。这位呢，大伙儿就太熟悉了，都认识我吧？著名演员张秋歌老师。著名谈不上，立早张山丘的秋，哥哥的哥。你等会儿吧，啊。我怎么我哪句话介绍的不对吗？都不对，没一个字儿是对的。你这不可能。立早张，弓长张，山丘的丘，秋天的秋，哥哥的哥，唱歌的歌。您这净瞎胡说，我说的绝对是对的。不是我说的才是对的。您的名字我能记不住？不是，这我自己的名字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您这不枪火吗？谁枪火了？你问你写你是哪个张？你写就是我说的这个吗？立早张吗？这一天天呢，立子、哦、不是。不是那个我自己的名字我还写不出来，我真是。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我看看，这个，哎呀妈，那个签名给您要来了啊！你等会儿吧，你诓我是吧？啊！你看您这有点耍大牌了。不，谁耍大牌了？谁耍大牌了？我问你，你这不正耍着呢吗？你可真气死我了！我告诉你要好好说相声，好好说相声。等说完了，我再给你签，啊？骗我！一个演员只要站在舞台上，要抛开一切，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地为观众服务，不能想别的事儿啊！再看你，为了生活当中的事儿，把整个节目搞得是昏天黑地的啊，还老跟我说，哎呦，相声的规矩，我就知道，不好好说相声的演员就不是好演员。我再问你一句，你能不能好好说相声？能。
那你就把其他的事儿啊都撂那儿，好好踏踏实实的说相声，明白了？明白了，老师，您不要生气，您说的话我也都明白了，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了。您这样，咱们重新鞠躬，再次给大伙儿表演一遍，您看怎么样？演三遍了啊，只要您好好说就行。没问题，但是演之前呢，还得麻烦您点事儿。什么事儿？您把这张也签了。他改不了了。好，感谢梁元，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其他演员。我觉得都是先问我们的嘉宾老师，这次我先问问梁元吧，今天是不是特紧张？对，我就有点拖后腿了。没没有，我今天掉链子。没有没有没有，咱都别客气啊。我确实是，确实太紧张，因为老师的节奏啊，包括台词都是准的。秋哥老师今天觉得这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不是，我告诉你，我确实有点使劲。这我知道，你看他们在演的时候，我也在观察，就是他给的那个劲儿啊，给的东西啊，他柔中带刚，带着这种，我呢是往上努，我知道，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当你心里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有些东西还是有点使劲。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的呈现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作为跨界，已经不算跨界，我觉得您已经资格了，跨界相声行列当中了啊，掌声送出去，这都鼓励，真的。也期待着张老师在影视剧的舞台上、话剧舞台上，也包括未来我们的相声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谢谢您，谢谢。期待。好，观众朋友们，下周23的晚上9:20，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我等着你。